Hello， 大家早安，又是我。你很久没有来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邀请新科啦啦队成员，新人。好，我们今天一大早呢，一样也是6点多起床，一路开车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苗栗的头饭，没错。现在头饭的小伙伴呢，已经在第一家店等我们了。请问又是你不认识的王永吗？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家店，黄阿姨，黄阿姨小吃快炒。今日的头饭小伙伴，然后能旭今天西带老婆出场，还有西带自己的狗女儿还是儿子？儿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大熊，你真的好像大熊哦。有炒面，还有什么？汤。这家炒面店是你从小吃到大？对，他只开早餐。没有。他算早餐还是午餐哦？好特别，这个炒面的颜色是看起来偏深，好像日式炒面。它不是用炒，它是蒸的。它是用蒸的，这个油葱跟我们一般看到不一样，通常都是看到油葱酥。对，它完全不是脆的，它是很软。看起来口味很重，我吃起来我觉得口味没那么重，对，不会很酸。对，是酸的，然后有一点辣辣，也不是，就是姜的那种。味道就很重，它这酱的口味很重，它有点偏辣，然后姜的刺激感。搭配酱，然后再吃面会有不一样，就不一样。所以你来这边，你点面一定要再点一碗汤，算是一套。看它多大小小的，清楚的。所以你会拌这个酱？那我要加加看。你会喜欢这个酱，超搭的。完了，我们第一家竟然要玩吃傻眼。后面吃得下吗？就是把它吃完。这个辣酱很大。这个炒面就是一张白纸，你可以在上面加任何东西，都跟它很搭。天大熊走在路上好威风。对，哎，好开心哦！今天好威风，今天从到尾有只大狗狗陪着我们一起走。怪怪阿姨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经过了就是头份的最大的庙——义民庙嘛。它是头份的地标吗？它是地标吧。义民庙是拜什么的？义民爷啊，他每年都会做大拜拜，4月8号的时候。4月8号是最，哎，快到了。我生日4月9号，哎，过差一天。我跟义民爷一定要跟他扯上关系。好的，我们下家到了，今日早餐。好多人，他生意好好，人超级多，哎，我的天。这家店呢，有可能9点以前蒸饺就会卖完，而且他一大早呢就先去帮我们买了抢购蒸饺。他刚蒸煎饺。大熊闻到香味。大熊，你想吃韭菜吗？哎，可是我自己也超爱韭菜，而且来苗栗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就是一个韭菜果。对呀。哎，看看，这是加了超满的韭菜，真的是超。你是不是也喜欢韭菜能虚？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饺子有多大，可给我一个正面。看我的手，大概这样。这个你不能吃，好吗？大熊 ，no no no no。好大。那我先喂我一个。好。可以，你可以一口吗？好。哎，你可以一口哎。好弄。我自己包。好扎实哦。你怎么可以一口吃完？你好厉害。能去买的时候大概是快一个小时之前，它有点冷掉，可是它冷掉还是好吃哦，很好吃。然后我觉得它吃起来好搭哦，对，可能因为我们放的时间有点久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吃不出来煎饺那个感觉，但是炸整个吃起来是很山东大水饺那种感觉。它冷掉之后，它里面还有点汤汁，它汤汁是不油腻的，不油腻，而且没有很。对，肉也是甜甜的，但是韭菜好好吃哦，9颗煎饺加一个挂包，然后两杯豆浆，这样是便宜吧？这个屁股由上往下拍，那个毛的跳动。我们现在来到了，这里是苗栗头份的早市吗？哈能旭，对，这里是早市。
卖完了，水产肉来了。我的天！所以水板现在是完全没货了，卖完，两家都卖完了。Oh my god！ 水板这么夯，那水板到底是什么？早餐啊。早餐？这个图片很像是挖鬼耶。对啊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了第三家，刚刚错过了水板之后，来到十好时。我觉得他这里刚好就是塞了一个很好拍的。我们东西都没了，这是后面草莓，草莓跟脆脆奶酥，然后大家的咖啡都来了。一般应该奶酥面应该就是只有奶酥酱，那我加了一些番薯，他在吃的时候你会它有一个脆脆的口感。然后我的那个草莓后面也是，它是讲那个后面会有点脆脆的口感，对哦。然后就是自己的草莓果酱，跟上面白色的那个是我们的柠檬乳酪酱，所以有酸有甜，然后柠檬皮，嗯，对对对，这所有酱都是你们自己做的，对对对，好厉害哦，4点起床，做酱。它不太甜，带有点酸味，对，因为我个人是喜好酸的人，就是后面好脆哦。后我超喜欢的，它的乳酪酱很滑顺，然后它因为上面有柠檬皮嘛，所以还会有那个柠檬的香气。顿老师写作文喽，不要逼老师好不好？老师下班好爽，每天都找我好不好？我可以哦，而且行程很爽。奶酥好香哦，然后中间那个脆脆的地方好棒，薄的奶酥，有些是厚的，有些是厚的，会太油。就是它奶酥酱自己做，所以它吃起来真的比较不油腻一点。因为你看面包知道，面包整个都没有油掉，超乎我的想象哦。你这是原本小看这家店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是想说后片就那样嘛。我没想到他这么认真在做后片，因为能旭是厨师，然后他是专门在教课的，所以那间咖啡厅呢，其实是他的学生。而且我看他一直就是偷看厨房，对，就好可怕哦。就是有种老师来监厨，对，然后吃饭这里有没有？是的。好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第四间店点心了。新日新日店，我们来了，再加刚刚那个姑妈骨头肉，骨头吧。这家油葱好像就是长这样，要加这个韭菜酱。哎、欸，他给你的肉没有在客气。对啊，汤面现在有肉哎、欸，你加超多的，我也要。一定要啊！好，韭菜是精髓耶。而且大家看到这影片会觉得一直闪，绝对不是影片坏掉，是因为电风扇的关系。这样好吃。很好吃。哦，这样太好吃了吧？这样好好吃哦。这样很好吃哎。上次把国小的时候就有开了。这样啊，对，他这边也开很久了。这一款40块，对啊，可以啊，重点是，我刚吃肉这么，然后你刚刚那个肉还可以跟它换馄饨，如果你要吃馄饨面的话，也是40，所以这个肉是可以换馄饨的。我觉得它的汤头是很有层次的那种，汤头是大骨汤，对，所以很浓，不是就是阳春面那种清汤，暴风式的，对啊，然后这个算废棒。哎，老师，你只吃第一餐就没在吃。做老师战败好不好？胡拉吧，胡拉吧，很大块，它刚刚才剥下来，好有弹性。嗯，骨头很 Q 弹。第五家店呢，原本要去吃一间豆花店，但是那家豆花店3点才开。于是呢，我竟然路过一间这间豆花店，它以前在我家旁边，然后有一天它突然消失了，这么有缘，它突然消失了。我刚刚发现它竟然开来投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请问你们之前是在木栅？真的吗？你看，我真的相信你。老样子。仙草。对，然后我的是柠檬豆花，跟我以前在木栅吃的一样。然后他们都会附一个这个小茶。今天是红玉。可能每一次都会不一样。哎，这算是我带你来的点呢。怎么样？如何？介绍给我，料很多。那个是
很省话呢。嗯，而且它的芋圆是里面有芋头的，吃得到芋头块。嗯，我们今天是来玩的。对啊，来玩。然后刚好看到这个。那你为什么要来秒？我喜欢茶桂，最后吃到那个茶心，他们家是加柠檬，柠檬水，嗯，而且酸酸，应该还有一点糖吧，就是甜的比例就不会很高，然后喝起来就酸酸的。我也是第一次吃这柠檬的豆花，哎，嗯，谢谢哦。可是我觉得没有违和，而且很清爽。是热的，哎，热。哦，好好好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茶，不是很搭哎，是无糖的那种。对，就是所以整个吃起来算是很不腻的甜点，很不腻，真的完全不腻，清香。这是炸弹面包，哎，它不是扁扁的馅饼，它是整个超级立体。客家人是很大方。大方的，谁敢说客家人不大方？潜艇堡吧，有肉汁哦，小心小心。嗯，好好吃，不会很咸，很像炸面包，很像炸面包，所以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厚实的面包口感。奥利菜这个很清爽哦，真的，因为看起来不油腻，是因为它拿这个纸包，然后但是并没有，也没有很油腻，没有很多油，奥利菜是脆的。好像面包，红豆面包哦，吃起来有点双胞胎的感觉，软 Q， 而且我真的觉得没有不会有哎，嗯，很厉害，然后有点外酥内嫩，然后它的红豆不会到太甜，但这一个也太，但这一个也太大了吧，嗯，这个好像，然后我们刚刚再买三个90块，好便宜哦，红豆的20而已，好便宜哦，你们的好像是35，我真的很大哎，超大，我很像在吃什么汉堡哎。超像汉堡的，这很好吃哎，这个好特别哦。对呢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的苗栗行感谢我们老师，频道有史以来最省话的，他只有是好好吃就这样子，非常省话。然后还有我们的作文老师，今天就是放任我们一整天在那边乱讲中文。还有大熊，感谢你，今天是我们受欢迎的大熊。对，大家都要看他，对，没有人在看我们，所以感谢大家支持喽。那接下来我们下次见，拜。